家好，我是野鱼肉，欢迎回来《王国保卫战三》。那我们接着上次的存档吧，跟各位讲，我们真的是一帆风顺啊。其实前面都还算蛮顺利的，没有到非常非常困难。但这一关 ，BOSS 关，对，这应该是本章节的刚好是 BOSS 最后的 BOSS 关，真的是把我网爆了。我们的速拔已经九级，已经快满等了，对。我玩不过，我都差一点，差一点，也没有到 BOSS 关，我连 BOSS 都还没看到，我在第七，平均都在第七跟十二关之间，对，然后中间他们也有翻了不少次，那现在第七关应该是稳扎稳打，重点是十二关还是过不去，对我还是过不去，对我一直会被扣到。两滴血，对，那十八滴血能不能三颗星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爽，所以我就一直重玩，一直重玩，一直重玩，玩到现在已经三个小时，我还是没玩掉，我真的是心情真的是，我可能觉得我的墙壁需要修理一下，没有啊，开玩笑，墙壁没事，墙壁没事，我们就开始吧，罪恶精灵王庭，精灵们已经全。我罪恶精灵王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保护或栖息的地方。敌人已经占领了皇宫，魅力邪娃也自封为罪恶精灵王国，被困在这里，寡不敌众，精疲力尽。我们没有选择，希望能再回到爱丽怀抱以前光荣的战士沙场。敌人来了，将这战地让我们名留千古。去。真的是他妈的！不好意思啊，有这么一点事。最近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王国武器。那个王国如果不用，应该是不用猜啦，就是你。Welcome to the jungle。就开始。To the vanguard。Onward。Quivering, quivering。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Swords ready! Let's branch out! If I put the previous video all complete, all have edited, if I have used to edit, then I really will hear my eight-year-old screaming.在骂的时候，我在骂，我在俩狗抓狂，然后第四集啊，我就骂了，对。Swords ready. That power.些重点，我觉得是重点，但我也是希望自己不要再放车，我真的是放到不太想再放，都累了啦，老实说。等下会有几波会需要用到我们树人的优势，特别是遇到四毛怪。吃完怪真的是血多啊，皮不厚，但他血太多，然后伤害又很高。对他伤害又太高了，所以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很麻烦。然后在山坡开始下面这边啊，会有这个叫做狂热的，要不要把他打掉看个人啊？对，因为他会招小怪打。他叫的单位搞不好比他本身还有钱，因为他打掉他40块了。
对，那我个人是觉得能打掉就打掉，不要给自己当位太大，不要给自己太大，因为我真的是不想，我已经处在不想放，但我有半抓狂，所以我不想，Let's branch out. 然后用到这一刀，就是大扎，哎，就是他的特有的个猪八特有技能，就是会利用到他的大扎来面对赤毛怪。等一下，我遇到再说。Solitary tree, my role is the stronger.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Reinforce! Like a rolling stone. To the vanguard.Solitary tree, 刚刚那一波，刚刚那一波就是伤会有爆炸波，会有一点点的。这一波都是小怪，坚持。这一波的，这一波这个变质变下来跟啥一样，小红帽都血一够少了，你还连他？对，这个组合有点让人觉得崩。只有从这边出来的小红帽会比较有危险，对，因为它伤害极高，都有致命一击。然后上面这边也打很上坡，所以等。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好，这边稍微等一下，稍微等。好，小红帽死光了，把上面这一波。打掉，然后这时候女王会飞出来。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这一波上路两只刺，这边两只数码怪，这边刺怪。等一下我们用数码会，不是因为这个关卡需要数码，而是我刚好，我这边稍微讲，就是我刚好英雄开到是要用到数码，所以我稍微有研究出一点办法。哇，真的是太困难了，真的是太困难了。好，我们的英雄都是乱打。Welcome to the jungle. Reinforce for the queen. 要一个八的。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不单单是为了我。Like a rolling stone. 然后这边为什么我该把死他？下一波就会有到，对，下一波就会有到。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哦，好可以。打他。
能稍微修炼一下时间。来了，妈的，就需要你妈的。然后下一波，因为有暗藏，你都会看到的。对，最主要就是因为有暗藏。Solitary tree, let's go. Withdraw. 因为我这边没有盖一个吊床。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啊，德鲁伊塔，对，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我会为了应付这一大波的暗藏，所以我。Let's branch out. 这边又有这家伙。Doors ready.这个会变成就是这一波比较重要的，等一下还有一个。Welcome to the jungle. The forest awakens. 你不会。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但还是要很高，往容易放。好，那来。Let's branch out。我。这里选择生怪物。对，因为他的技能，我比较喜欢，对，比较喜欢他。诺多拉克皮有点快，那比起德鲁伊，德鲁伊飞的德鲁伊，这他的速度确实会比较高。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飞波都比较。Your mind. 然后这边选择奥图塔的这个高的马鞭，他的眼睛。然后接下来这一波就很麻烦，蘑菇，对，自爆蘑菇特别的多，多到你，多到我有一次也是经常把车撞翻。哇！Welcome to the jungle.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妈的！把他。Let's branch out. Nature is calling.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德鲁伊，因为德鲁伊比较红，鞋比较红。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虽然说他只能把鞋两个。就是要怪物，真的。Welcome to the jungle。没有跑，没有跑。The forest awakens。来这一波。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都是这个场景，要不一样，要不一样。
他这两波，就是这一波，我记得这两边都会狂热狂热。这一波的，快把他整死！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and l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下一波第十二波就是我一直过不去的门槛，赤毛怪，这边有两只，这边两只。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Got that power?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还有三，这三只毛怪会同时出，所以。Welcome to the jungle. 看能不能先摆。好，等一下这边会。Live long and prosper.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这边我不应该先跟上面下面，应该是让下面被破坏。哦，对，让他能够扔上面飞，应该这样子。Quiver and quake. Oh, that's right. The light of the moon. 三只赤毛怪同时出来的，真的是激活，真的是。Onward. Quiver and quake. 受不了。For the queen.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Yeah, 稍微改变一下策略，就是十二波那一波，把赤毛先。最后三只赤毛怪先扔上来，对，就是下路虽然会先出，可是我们不要理他，我们去顶上面顶，这样就变成是一路一只赤毛怪，应该我们的守卫精灵守卫就比较好看，对。按三我不知道系统平衡是什么，应该说内游记内一定平衡，不知道，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比较，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我应该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对啊，对。是要考虑十二波哪一波突破比较实际，当然已经考虑好了，现在就是十二波。对，就是现在要专心的把前面的波管好。对，我现在要把前面的波管好。
Let's branch out. 你不要嘛，光大浪费。光太浪费。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Reinforce to the vanguard. Incoming. Quiver and quake. Welcome to the jungle. Swords ready.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Swords ready. Let's rock and roll. Ta-da.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I've got that power. Welcome to the jungle.Let's branch out. Incoming. Onward. 怎么办？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Incoming! For the queen! 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Swords ready! Let's branch out!
a rolling stone.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Mama, what's beyond measure? Welcome to the jungle.Into the jungle. 我肚子饿了。走歌者
来波又是房车过了，这次就把照着我的剧本把它玩掉。Let's branch out.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I'm smarter.生错应该是冬天，对，因为冬天这个才打得到，像这个打不到。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下一只死掉后，先拉上面这一只。对，先单拉上面这一只。是什么话？这非常非常多。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Let's branch out.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Incoming!
下一波给我的时间比较长。从这没有遇过。千万不要这样子啊！对，千万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啊！对，我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完蛋了，我跟你讲，有什么吗？如果我把最强的速度加拿来打这个笨蛋，干你在干嘛？等于死机，你知道吗？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Let's branch out. It's the Alatosian. Solitary trees grow strong. Incoming. The forest awakens.Welcome to the jungle. Reinforce. Clear your mind.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 Come on. 等一下，你怎么就突然说来就来？哎，不对呀、啊！这么说来就来，哦，吓死了 ！Welcome to the jungle. I'm smarter than the average tree.我看来 boss 有光头，对。Let's branch out. Reinforce. 没想到这一波是加 boss 哎、欸，这有点麻烦。权力的游戏小骗子，好，莫名其妙就过了，真的是哇，这玩得好累哦。看来这代表的并没有结束，对，他被救走了，对，他被救走了。
所以我必须继续前进。哦，英雄的部分再说了。好，那这一集真的是玩得很辛苦。我们点这个英灵之心，不与远距离，远距离可以攻击天，就是远距离攻击。对。就下次再说吧。对，那我没有开心的，也代表说其实这一集并不是最后一集。那真的好难打。好，没关系，那这一集就先到这吧，谢谢大家观看，我们就下期见喽，大家拜拜。